是哦，好食，安尼一群拢伫食，来。有宝贝啊，讲有一间牛肉面真好食，安尼大家就走来食看卖咯。这是砂锅吗？这是砂锅，陶锅。砂锅。这是砂锅吗？嗯。啊，为什么用砂锅？这样比较好了。保温嘛，哈。保温的，保温的好。拜天公的小菜啦，看我你讲我这嘴啊，那些拜天公的有没有？看这个啊。这是啥物？梅啊，牛肉粥。牛肉粥。牛肉粥。这是菇啊，没有修的啦。杭州的榨菜肥力，榨菜肥力，榨菜肥力哦，啊肥力很肥力，哎呦，这肥力牛肉，那它叫脆，哦，这一块嘛怎样？哦，哇，这个一块。筋肉啊，半筋，半筋半肉，半肉半肉，不一样哈。讲两句啊，安那，什么滋味？啊，好吃，好吃啊，赞，好吃啊，哦，阿丽嘞，好吃吗？讲不出话了，恋爱的滋味，哦，恋爱的滋味，阿丽嘞，这个假衣服，汤头很浓郁，啊，汤头很浓郁，哦，阿丽嘞，好吃。美食家阿丽耶，有啦，迄个靠近我。哦，你叫哥啥？哥啥来啊？阿姐饭啊。啊，好饭啊！我看蛮多。这迄个牛肉咖喱。咖喱牛肉饭。哦，牛肉咖喱饭。牛肉咖喱饭。是介迄个吴妈妈学吗？嘿。那吴妈妈，迄吴妈妈是台北人。对。啊，那会去介学嘞？同学的妈妈、哦，同学的妈妈来教的哦。他喜欢，听我说喜欢吃牛肉面，他特地帮我煮的。啊，我吃了好吃之后，一直两三年这個期间都小妹啦，签到一挂，即个即好物件，啊，怎啦传承了我啦。哦，是哦，是啊，所以伊是传承给你教，你开偌久啊？快两年。快两年，对，快两年了，哦啊，啊有的什么东西啊，各有的啊，赶紧看下，看看你这样呐。段时间还是会下来，他有时候会寄东西给他。啊，他本来是在做什么的？他在饭店。我直接饭店来的。对。哎，阿丽来这边就介绍刚美好。哈哈，大欢喜了。哦，谢谢哦，吃好吃，今天吃好吃。吃好吃。有好吃无来？拍手姐，拍手姐哦。